本影片将告诉您如何使用手表上的跳伞活动来自定每次跳伞的活动计划，并进行活动记录。本影片将使用 Tactics 7手表说明。计划跳伞活动。选择跳伞活动。由于高度资讯需依靠装置中的气压式高度计来计算，所以在进行跳伞活动之前请先校正。选择跳伞类型。本影片将选择 Halo。各种跳伞类型的说明请参考相关影片。接下来请输入跳伞资讯。选择 Deep。设定目标降落地点。您可以预先在降落地点设定好航点，或透过投影点航法活动来新增航点。选择跳伞高度，设定预定从飞机上跳下的对地高度。选择开伞高度，设定预定打开降落伞的对地高度。选择前抛距离，设定因飞机速度而造成跳下时的水平移动距离。选择 Harp 方向，设定因飞机速度而造成的移动方向。若飞机由北往正南方飞行时为零度，往正北方飞行时为180度，依此类推。选择风速，设定风速与风向。选择新增并为每千英尺的高度输入风速资讯。选择恒定值，此参数可以微调跳伞计划的部分资讯。本影片将使用预设参数，关于恒定值设定请参考相关影片说明。选择自动 Deep， 启动此项目可在跳下后自动启用导航至目标降落地点的功能。选择前往 Harp， 点选后装置将开始导航到高空释放点位置。跳伞功能遵循军事训练标准计算 Harp，请确实输入各项资讯。到达 Harp 后无需再按任何按键，在您跳下后装置会自动检测跳伞活动，并使用气压计和电子罗盘辅助您到目标降落地点。以上就是本次教学，谢谢您的收看。